的山坡大河大河，起床后打个招呼 Hello，窗口打个招呼 Hello， 能在你身边打呼。哎呦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把你们双手全部借给我们，那边的朋友们嗨哦，哎哎哎，打招呼打招呼，起床后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Hello，招呼 Hello， 能在你身边打呼打呼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今天很开心啊！今天八月八号在一些地方是父亲节，是不是？哎，爸爸，哎爸，生日快乐！不不，生日快乐，父亲节快乐。我知道爸爸节，我爸爸一定有个愿望嘛，你知道？其实我相信他很希望说，我爸爸节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过爸爸节。有没有听懂这个话？没听懂啊，好吧，我可能这个梗铺得太烂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过我对我相信我爸妈挺着急的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潘玮柏还想要唱下去。故事结局也爱结局，我定的一句败给你。上个的朋友，你们太棒了！